马来了，在哪里？喏，谁相信？咦，二爷，对不对呀？对，对呀，对。二爷，昨天你在老爷面前做的事，顺手都是你那些事做得好，亏得老爷也喜欢。昨天你在老爷面前得了彩头，今天应该赏赏我了。好，明天商量调钱。谁没有见过调钱呀？二爷。 把这象牙雕刻的赏给我吧！好好拿去！哎，二爷，把这荷包也赏给我吧！嗯，这荷包是林妹妹送给我的哦，谁也不准拿。嗯，二爷，那这个你拿去吧，去！这样的好说，老爷却不许我动。嗯，我今天背地里。 飘得太过爽快，昨天是在今日事，难得西厢奇妙事啊！心上人情深。 什么？你不是不知道我最讨厌旷工民混饭吃的八股文章，你玩的这些呢？不是那些书，那又是什么书呢？不要在我面前弄鬼了，趁早叫我看看。哎，好妹妹，我在这里看这个书，除了花鸟之外，没有一个人知道。今天看我是不讨的。哎。 你好歹不要告诉谁了，什么书啊？真是好文章，你要是看了，连饭也不想吃的。谁想起？秋天。哎，好妹妹，真是好文章，你看。 一封书关于太宰看，那城也黄昏儿，那红叶晒成上坡老夫人，那为民吴天兵眼做牛馒头，我以为你也大是对，呸，原来是个牛羊来抢头。好，你说说，你这姑娘，好，我也要去告诉去。哎，你说你能过么人生，难道我就不能有么事好么？你去呀，你去呀！好妹妹，我们不谈这些了，好吗？哎，我们坐下来谈别的吧。哎，好妹妹，我上次到你房里来，看见你又在做针线，你做个香袋送给我好不好？那要看我高兴不高兴。喏，你送我个香袋，我也送你个好东西了。这是北京王送给我的，是皇上赐下来的呀。什么臭男人哪个的？我不要这东西。你不要这东西，我可要你的香袋。要，我要香袋。哎，香袋，你要一个香袋，那很容易。王府今后有人会替你做了，人家比我又会念，又会做。又为是为笑，你又来了。哎呀，你这个人啊，难道连亲不隔所有不艰辛都不知道？那第一件，我们两人是过旧姐妹，包姐姐是两姨姐妹，离亲戚也比你远。第二件，你先来，我们两人一桌吃一张菜，从小一起长大，他是才来的呀。七个为了他而疏远你的人才。我难道叫你去疏远他？那我成了什么人了呢？我为的是我的心，我也为的是我的心。难道只知道你的心，而不知道我的心不成？今天天气分明冷了一些，你穿得这样淡薄，外头冷了怕又要上风。看，看你自己也穿得那